要拍专辑的封面照片，然后其实一开始自己是很僵的，然后因为是第一次，所以就觉得很紧张，想要摆出美美的姿势还是什么。最后就是已经是一个大笑的状态，然后又是有一点小放弃状态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要把坚持把这个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呈现给大家看，所以一个笑容，一个大笑容，就是笑颜系女孩，所以这个专辑的定位就是放在笑颜系女孩。我的课白剧他其实笑颜系女孩就是也是在讲说一个女孩，她没有什么很大的背景，可是却有怀抱着很大的梦想，然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挫折，她都会利用微笑去面对，然后来用微笑去迎接任何的挑战。我觉得其实这就蛮符合我自己本身的一些特质跟个性。啊，小心小心，快疯了啊，太棒了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は寒いよ。可愛い。他手机不怕。